八岁男孩甲流后爆发性心肌炎，哪些病毒易发心肌炎呢？怎样早期识别？朋友们好，我是心血管汤医生。湖北省的一位八岁男孩因三月底患上了甲流后引发爆发性心肌炎，一度心跳骤停，经救治63天后，大脑损伤仍然无法苏醒，家属决定转至北京进一步治疗。随着新冠疫情的反复，病毒性心肌炎越来越被大家所了解。病毒性心肌炎有普通型和危重型，普通型患者症状较轻，甚至没有症状，严重的患者呢，可以出现心脏扩大、心力衰竭，甚至引起心源性猝死的发生。常见引起心肌炎的病毒主要是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，像可撒奇 B 病毒、埃克病毒、脊髓灰质炎病毒、腮腺炎病毒、麻疹病毒、带状疱疹病毒、流感病毒以及现在的新冠病毒等。病毒感染之后，一般经过1到3周的潜伏期，在感冒、腹泻等好转之后，反而出现了心慌、全身乏力、胸闷、胸痛、食欲不振等表现，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眼前发黑、晕厥，甚至心源性猝死。因此，在病毒感染之后，一定要认真休息，加强营养。如果感冒、腹泻已经好了，但是出现了胸闷、心慌等症状，要注意排除病毒性心肌炎的可能性。